OK。当我在寻找创作灵感的时候，我常常都会发呆。发呆是因为满脑子都在思考，在酝酿，然后往往都会忽略了身边的人事与物，然后反应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迟钝。我要唱好歌，网络招募截止之期已经延长到7月18号了，所以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把 demo 交上来吧！更多详情请留守我要唱好歌官方网站。你好，我是陈彦辉。